附上来，对不对 ？OK， 很用心哦。好，听完佩慈很美的歌声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欢迎这位纯爱女生，大家知道是谁吗？再大声一点！呀，没有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郭静。大家好。艺人上台要打扮得很美，对不对？他今天美不美？
见了。没有不见，他们都在，只是在别的地方，还没回来，对不对？现在就是他跟我一起回到台湾，我们是在那个机场相遇的。那但是你化妆那一些，就是想办法拼凑出来的。对，就是还好我有那个发型师，然后他自己平常因为有在帮人家化妆，所以他自己有一些零星的东西，就这样很拼凑，就是拼出一张脸出来。这也是一个挑战哦。那其实最近说要忙起来了，在计划什么事情？会有一个新的跟以往不一样的那种专辑类型哦。对，大家都会说你是纯爱女生，因为你的每一首歌大家听起来都觉得有一种甜蜜，然后在讲爱情的故事，所以新的专辑会完全让大家觉得是一个新的郭靖 surprise。应该说，因为我的歌除了因为是讲爱的故事，对，除了爱情也是会有一些友情的关系，是，然后有一些会是大家可能在偶像剧啊就有听过的一些片尾曲或者是插曲，是，以及跟自己同门的师妹合作的歌也都会有。所以计划明年吗？明年可以听到新专辑？应该今年就会发这个，然后明年应该会希望会有新作品。哇，大家很期待哦。耶、yeah. ！所以待会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好，要带来什么歌？带来这首歌曲，大家应该可以跟我一起唱，叫做《心墙》。耶、yeah. ！谢谢，掌声欢迎郭靖。
像是在户外，然后今天天气没有很好，所以我们在里面大家一起听歌，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氛围。只是大家就是都很乖的坐在位子上。接下来呢，这个组曲呢是比较开心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跟着拍子，你知道打节奏，或者是你们想要扭动一下都可以，好不好？好吗？现在也才下午几点钟，大家为什么有种疲惫的感觉呢？大家还醒着吗？对，我觉得我真的不应该再唱抒情歌，所以应该要好不好？如果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唱。你们应该会唱在树上唱歌吧？会，只是变会是不是？好哦，那接下来这个主曲，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耶、yeah ！我遇见幸福。Yeah.
是，哎，今天是礼拜六，礼拜天了。那你们的这个中秋干嘛？你们的中秋假期是在今天结束吗？明天还有一天，那太好了。因为这个下雨天，感觉好像大家都没有办法烤肉，然后所以今天，还好今天有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来现场听歌。然后也希望你们的中秋佳节可以很愉快。那中秋节的话，就会想到要看月亮。那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没有什么月亮的歌，唯一有一首是最相近的，就是你要可能改一下就可以变成可能下一个月亮之类的。的这首歌曲《下一个天亮》呢，其实也希望可以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每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这个天亮都会是非常美好的。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谢谢。《下一个天亮》送给你们。谢谢你们。
谢谢。